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，今天呢带着孩子欣到医院来看一下，因为他晚上睡觉还正常哭，然后不好好吃饭。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完了，医生说是消化不良，然后现在呢我和我老公要去把我爷爷的老照片去弄那个相科。昨天呢我们打扫卫生院子，然后看到我爷爷的老照片，之前呢是在我爷爷家的，但是我爷爷的老房子我们给拆了，拆了之后呢把爷爷的东西就是拿过来放我们家的院子，我后面的孩子姓，然后我们说要给爷爷盖房子，等盖好房子了之后呢就再把爷爷的东西拿去放爷爷的房子，但是后来呢就说爷爷年纪大了就不用给他盖房子了，他就给他二爸住了，所以他的东西我们没有把他放出来，都没有看到他的照片。昨天我们打扫院子然后才看到爷爷的照片，那个相框烂了，所以今天我和老公刚好来到县城就带爷爷的照片过来弄一下相框，我们一起住吧。老公，照片你拿过来了没有啊？拿了，拿了，看一下里面的照片啊。啊？对哦，这是爷爷的。这个是爷爷哦。嗯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不知道谁的。你不认识哦。嗯，这个也是爷爷的。这个我认识。嗯？这个我也认识，里边还有很多小的照片。这个。这个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弄好给你看。啊，回去看，回去看。那行吧，我。有许多相片掉了，回去，哎，去找地方弄一下。那行吧，我想看，我老公不给我看，他说弄好我再看。这个照片呢就是那个相框烂了，烂成这样子，没办法要过起来了。我们给他弄好之后再送回去给爷爷吧。孩子心，肚肚疼不疼了？不疼了。老公，可以弄啊？可以弄，但要回去自己粘了，这有相框。有相框。你看一下那个相框咋样？就这种花子，就最简单的这种花子。哦，那有好的，好的，像这种看多七八十块钱，一百来块钱都有的。就是这样子哦。哦，给了20块钱一个，便宜。咱们找。嗯，你给我上面去。拿两个。嗯。那个照片试一下，看多大嘛，爷爷那个大照片。可以，爷爷大照片就这么大。现在呢，我和老公买好了两个那个相框，说回家的话自己再弄吧。就不出找了，我想的就是去人家那个店，然后人家给弄好，然后自己拿回家，但是这个地方他不会弄，他就有那个相框，我和老公就买了两个回去自己再贴吧。我来到家了，这里呢还有他们过来卖那个，这个是啥？老公，花盆。花盆哦，花盆就是在里边种花哦。是哪几天了？在忽悠，忽悠完了哦，在忽悠。那你看，爸爸那个小的呢？这个水草呀，水草了。嗯，养过以后都水草了。哎呀，好好。大大你要买吗？要哦，买这两个啊，好漂亮，多少钱一个？两个一百。两一百。哦，两个一百哦。四个的，还好小的。哦。叫奶奶，孩子姓。孩子姓，叫奶奶。我来到家了。我和老公来把这个照片弄好一下，这卡住就好了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这是刚才你放的吗？嗯。面前往右顺便浇一天。贴着这个胶就行了。嗯。这粘好之后，再把上面一撕，然后就可以贴照片了。嗯。贴就好了，行的，贴着。这个贴中间，他们之前用什么贴呀？浆糊。浆糊。嗯，把爷爷的这个大的贴中间。嗯。没嘛。老公啊，好了没有？好了。好了。嗯、现在你可以说谁是谁了吧？那你看，哪个不认识吗？认识的就不用说了吗？我认识的这个是小姑，嗯、还有爷爷，
这个是姑父啊，嗯，和小姑，嗯，这是阿爸，嗯，这个是小姑，嗯，然后这也是阿爸，啊、嗯，这个呢？这也是阿爸吗？这个呢？这是奶奶吗？然后这个呢？这还是小姑。哦，小姑比较年纪比较小点是吧？嗯。然后这几个是谁？这我看我这个应该是大姑，然后剩下这三个应该是。就我们村子上来，我和大姑可能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嗯，爷爷，然后这个是、嗯、奶奶吧，然后呢，这个小姑嘛，哦，这个三爸嘛，这个大姑嘛，这个爸爸嘛，那二爸呢？二爸当时应该当兵去了，当兵去没在家，没在啊、嗯。然后这个抱着这个，嗯、就是大姑家那个大女儿，哦，那个、大姐嘛，她年龄最大。哦，这个呢？这个应该是奥巴的战友。这个是奥巴。嗯。这个娃娃呢？这娃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是谁，有可能也是大姑家的大女儿。哦，你看这个帽子有点像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是大姑家的大女儿。嗯，应该是她。这个呢？这个我看。也是奥巴吗？这也是奥巴。然后这个脸夫妻是谁？奥巴和新妈妈。也是奥巴。啊。我都认不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我不认识。不认识、哦。你看这个是？这个是订婚纪念，1958年10月13号。就是结婚的时候拍啊、哦。啊，结婚拍的照片，这是1958年拍的。哇，这个是谁啊？50、60。这个60、64年了。然后最后这个脸照感觉是一个人的。嗯、啊，这都是三爸。哦，你三爸，嗯，这呢就是爸爸他们全家人的照片，但是在里边最多的就是二爸的照片和小姑。我爸爸没有，爸爸就有这一个，一个全家福。然后也没有妈妈和爸爸的照片，就是结婚的照片啥都没有。啊、二爸也出过北京了，嗯，这个是那个什么、哦、北京的田梅哦。嗯，北京的田梅。哇，二爸之前很年轻的时候也出过了。你都没去过对吧？哦，我也没有去过。啥时候咱一块去？啊、哦！我这里还有一个，你为什么不贴啊？这小姑的照片有两张，你看这个和这个一模一样。哦。这我到时候给小姑吧。哦，然后这个是爷爷的照片。嗯。这边还有一个是奶奶的，这个那个相框。嗯，相框脏了，然后我去洗一下。那个相框脏了，没有换、嗯，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点脏。啊、哦，我就洗一下。你洗一下。哦，行。洗奶奶那个照片，这个相框有点脏了。啊，放时间太长了。不能用水冲，等一下后面那个坏了。这个、啊、没冲，我擦着了。嗯，好的星，好的星、嗯，你在干啥？洗洗这个。老公。啊。这个照片弄好了，拿回去给爷爷吧。啊，行吧。那走。走。星，你不去了吧？要去。开这个电动车去，在楼的时候呢，我天天都是坐这个摩托车，来中国3年了，我都没有坐过这样的电动车了。平时我老公他们开都不带我，今天为什么我老公突然就开这个什么电动车带我去二爸家？坐这个车呢，还有一点感觉，有点害怕，不敢坐。难道中国人走到了，我就感觉了我很穷啊？我一个老挝人来说，我3年不坐这个电动车，今天坐上就感觉有一点害怕，有点不会坐了。来到二爸家了，给爷爷拿的这个照片。啥照片？爷爷的。哦。爷爷啥时候的照片呀、啊？之前在他的老房子，然后不是房子拆了嘛？哦。放在我们家院子都忘了，昨天打扫卫生看见了，给他换一下这个坑。换这个两个换了，那个没换。哦，这两个换了。哦，妹妹玩一会儿啊、哦，妹妹家也有呢，你去了。爷爷还是在睡觉。爷。爷爷。照片给弄好了。这谁的鞋？看着你还。这谁的鞋？哦。这是你啊？这是他人家他妈的。人家他妈。嗯。这是谁啊，老公？这是祖立的。哦，这祖立的鞋，立地毯嘛，那个古佛嘛。嗯。那个古佛黄九爷啊。哦。哦。
看这个应该是姑婆的些。哪个姑婆？任平。任平吧，是吧？管事。哦，丽萍啊。认识小姑。啊，这个嘞，这是你。二姐。这是我大姑。哦。我看。是这样吧？这不包娃娃的事儿。大姑爷。这里是包啥是小剧的些。他还知道抱个娃娃。对、哦。啊，这个是谁呀？这应该是巨杰吧。外哈，啊。外哈不知道。你看这是谁的？任平的孩。哦，这是任平。你、哦、还认识？这是小姑、哦。这里。这姑父什么？哎。嗯，这是任平，任平，任平一子。哦，文贤哦。嗯哦。也挺厉害的。看这里。还主持人。这是什么的呀？这是石榴婆呀。哦，石榴婆呀。啊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谁呀？啊，任平的。这还是任平。嗯。这个是谁的？这个，这是谁？这俺是李平的人，他是李平，俺是李老姑。俺这穿军大衣的谁去？啊，你看这穿军大衣，这军旗的是。哦，这么看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是谁？是谁爷爷？这是我在公社找好的。哦，在公社找好的。哦。哦。嗯嗯、还知道在哪找好的？哦，还知道在哪里找、哦。这个是谁？爷爷还笑起来了。这在我老屋嘞。啊？老屋拿过来的。啊，这不都是这。爷爷看到这个老照片还是挺开心的。谁说呀？给你。嗯。这个你认不得吗？嗯。这个，你看边边好看。嗯。这谁呀？这是人平一张的，我画的。你第一张娃画吗？李平。嗯。哦。嗯。他说的是。那谁呀？他说他意思是大和大姑一块瞒的那些。哦。找个地方把这个照片先放上来，就放在这里吧。然后奶奶那一个就放这里哦。嗯。好。